咁好啦，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去實行 raw vegan diet 食生呢個生機飲食嘅方式嘅時候，可以點樣呢？咁原來咧依樣嘢聽落非常之吸引，非常之好啦。咁我自己都係過來人，我二十年前咧已經開始用生果做早餐啦。咁2008年開始接觸食生，但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因為我當時係完全冇教練，亦都唔識有啲咩課程可以上咧。咁我自己去試嘅時候撞咗好多板咯。咁同埋情緒啊，究竟懷疑呢樣嘢係咪咁嘅時候咧，都好似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想去實踐呢樣嘢嘅時候咧，好建議大家可以參加一啲課程去學習點樣去開始啦，點樣平衡營養啦，點樣平衡寒熱啦，點樣去令自己食得開心啦。頭先講到啊，可能你諗嚇食生水果蔬菜點樣做到粥粉麵飯呢？咁如果你有一啲更加多嘅花生可以令到自己食得開心又放心嘅時候咧，係非常非常之容易令你繼續去行落去呢條路。咁同埋咧，有啲朋友咧，因為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排毒嘅飲食方式啦，有機會你會覺得好開心啦。有陣時可能你食翻熟食嘅時候又會覺得好攰，情緒都會受影響嘅喎。咁如果喺呢啲 moment 嘅時候咧，我哋又點樣處理呢？又或者如果同屋企人食嘅時候又點樣處理呢？咁呢一啲咧好多好多，我哋實踐生活上嘅應用咧，我哋都可以喺一啲課程裏邊係得到答案嘅，而亦都好建議大家咧，真係身體力行去試，或者去參加一啲體驗營，去試一下一兩日自己食咗呢啲生嘅食物嘅時候，個身體狀態係點樣？其實最呃唔到你咧，就係你自己個身體，你食咗之後，你會感受到呢樣嘢，你係咪可以繼續行落去？咁好建議大家可以再 take 多一個 step 嘅。